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平菇啊，香菇炒的这个豆皮，这个是红菜苔炒肉，两块这个坛子肉，这个应该很多人没有吃过，这是我们老家经常吃的番茄，就是青的那个番茄还没熟，炒辣椒，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这个豆腐皮也是我们老家经常吃的，叫蛋白肉。这个季节的红菜苔好吃。坛子五花肉，你们可以在网上买一点这种青番茄，回来跟辣椒炒一下，很好吃。拜拜。吃饭了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炖了猪脚香干回锅肉，放了粉丝，湖南的悠闲香干，
这个香干是从湖南原产地发货的，很多湖南的湘菜馆都是用这款香干，一包里面四块，收到货之后冷藏保存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的。添加剂就一个石膏，石膏是做这个都要放的。这一大块。啊！这太辣了。拜拜。